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苗女子，站在我对面的这个人。顾名思义，老搭档啊，这个小南佩恩，你看他这个脸啊，今天这个出现了一点事故，但是呢，我给大家变个戏法啊，能让他的脸瞬间恢复原貌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哈哈，这是喵姐的特殊整容术啊，怎么样？嗯，你对我做什么了？哈，请到我的空间观看我的视频。有没有镜子？哎呀，这个房间没镜子。没有镜子，没有镜子，那咱们走吧。哎呀，走吧，走吧。为什么门开不开呢？啊？啊？这不是在玩人吧？我去，好不容易下载的地图啊，不要这样子搞喽。是不是需要钥匙？找找钥匙。那这个房间琢磨一下吧。然后这上面写着这个介绍啊，这个很奇怪。其实呢，他要是换成英文吧，啊，还能猜个一二三，是吧？这个韩文呢，啊，这思密达的语言，那我真是没有办法啊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然而现在就得去探索，既然门打不开，肯定有其他的地方，快点开开啊。更多的新的深刻的空间探戈的都应该了。好了，门开了。哎，你挡住我了。哎，我怎么卡住了？ Why? What happened? 嗯，啊，好好好，等、哎、真是一个磨人的小妖精。这回好了吧？啊，原来是你搞的鬼啊。没办法，他门不开嘛。嗯，我听见了女的，哇哦，这一滩姨妈哄，来人呢？这应该是小苗小时候的这个声音吧，听起来很熟悉的样子。哎，这门开了，哇哦，里面有一个死人。哎呦，这个房间挺大的啊，还是被我死人，要一个房间、哎、一个房间进，对不对？来，男左女右。现在是右。这把自己给卖进去了。这。我能蹲下走吗？进吧，进吧。蹲下走，底盘低，扎得稳，不会被吓晕。哎，然而并没有什么。呦呦！哎，不要哭，小喵。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好像并没有什么卵用哈。轰动！哎，为什么我这儿这么卡呢 ？Why？ 难道是直播的原因吗？嗯，有可能直播占网速了吧？啊，这个我给这个谁提一个意见啊？你们这个录制这个直播软件能不能优化一下？做一下优化，对吧？就像游戏一样，做一下优化。走，不要占用电脑那么多资源。哎，这是钥匙吗？你见过如此之大、如此之复杂的钥匙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光听见声音了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我也没看到。那个钥匙能解吗？这是中国结吧？这是。哇塞，佩恩，你看，如果你对着这个表呢，它是表的样子；如果你把灯关了呢，它就是一个外面的景象，好像是在轮船，在大海上，在轮船里面。稍等，稍等，我看一下。关灯。对呀。哦，这是海上日出啊。有点像那个啊，对，海面上的景色。夕阳西下，没声音吗？没声音吗？走吧，没有声音吗？这个钥匙肯定是啊，有声音就行。我去，这巨大的钥匙应该是正门的。好了，该右边了，来跟我进。人呢？我要不我把直播关了吧？好像是有点卡，你看着我卡吗？我看着你，反正是一顿一顿的，就是这样。比较抽的这样的走路，虽然可能先来个看不到，你能把钥匙不要放在里面？你把钥匙放在外面吗？干嘛要拎着它？累不累？扔下。好，见了女右右右。Hello， 没有什么特别吓人的图片，但是呢，却有特别吓人的声音。五环，你四环多一环啊。
哎呀，我还不如听那个刚才那个小女孩的哭声呢。没有，你不是说她是我小时候就唱这歌，多洋气是吧？多高大上啊！小的时候我就已经预测到北京能发展到七环了。来，该左边了，该你了，该你了。这个就不能唱五环了是吧？对，其实还可以唱五环，因为哎。因为五环比七环多两环。哎呦，这是什么呀？白色的，把咱俩都关在了一个屋子里面，这样合适吗？合适吗？合适吗？然而并没有什么。那个谁，小喵，我把直播关了，不行，帧数掉的太厉害了。好的，太卡了，我等你。稍等啊，小喵，送你一瓶。正版的金瓶梅，送我一瓶，知道吗？佩恩的这个语文老师教他这个一本说是瓶啊，一瓶金瓶梅，一瓶金瓶梅，好，懂了。还好两本的，居然是两个篇章的。那金瓶梅，哎，那钥匙呢？这钥匙哦，在这儿。来，你不要挡着我吧？哦，你好吧，你来了。哟哟，什么情况？是啊，呀呀，哎，这个游戏在逗我们玩吗？难道说这个游戏有 bug 吗？还是说只允许一个人玩？不会吧？难道要集齐四本书吗？集他妹啊！耶！哎呀，走吧！哇！哎呀，什么东西啊？是。刚刚好像一个憨豆一样的人，我以为什么都没有的呢。哇，这个地方好大，男左女右，哎，先从左走。不要再哭了，小喵喵，我给你喂猫屎还不行吗？不要再哭了。那边有一张壁虎。哎呦，45%的血，但是我觉得里面那个东西一定要拿到，是吧？为什么你进去就没事呢？因为我把这个画打掉了呀。哦，谁说不掉血的？我走到这里面就不掉了。这里边应该还有东西，我觉得应该。你溜着边走，溜边走。哎呀！你别进了，还是25%了。我决定去下一个屋子看看。这怎么？这个地方啊，肯定发生了一些非常不寻常的事情。我们能看到遍地的姨妈，但是却见不到任何尸体啊！尸体能看到。哎，佩恩，我偷了台电脑，我偷了台显示器，给你做 PS4 用。啊，我还偷了一个公文包，给你上班用。啊，还有一瓶酒，啊，开车不要喝。哎呀，砸碎了。这个杯子不错，哎，这是 PS4 吧？这里有台 PS4。能拿上吗？能拿？拿不上。拿不起来，只能听见一个妹子的哭声，其他的都拿不上。这有幅画，这有幅画。哪儿？哎，这儿。哦，拿出去吧。哦，这是要拼的，这是一个拼图的游戏，扔在那儿吧。两张了，现在。哦，哎，这个好短 啊！不是真的。那。Hello， 哎，就有一幅画。哎，这不是小苗那个浴缸吗？我的浴缸不出水芙蓉的浴罩。哎呀，出来了。哎，大家可以去看什么特别多的高能？哎，大家可以去看喵女子的土豆空间。哦，你看在她的空间下面就是要拼拼土，哎，你看。啊，这边有个洞。哎，你走动吧，我进去。哦，すごいですね。哦。你在哪儿啊？你下去拼了？我还想着拼呢。咱们先都拿起再拼吧，就两个人拼快一点吧，对不对？哦吼吼！哎，这个里面肯定好玩人呢。嗯。哎呦，你这么深呢？哎，算我进吧。我刚刚是你进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很好玩。你看，下面是无尽的深渊。哎！这哦，三条路线，就看哪个准不准了。这样不跳过去不就完？哎呦我操！
这个是要走这个，那肯定是要走最边上这个，你信不信？哎，你看我就知道。哎呦，问了一下，这怎么按钮没了呢？小心，小心，不能扔到地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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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哎呀，哎，你还挺聪明的啊，居然没掉下去，那必须的，没有再次掉下去。路线猜的挺准，哎，这个房间挺个性、哎。刚刚这个地方有一个地道的，怎么没了？哎呦，刚刚把那个按钮按了。我要先去厕所。那怎么办呢？厕所有一块，我先把厕所的拿出来。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好卡！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卡掉了。那就分工吧，分工吧。我来这个房间。等等，我跟你一起走。啊、一起吧。这个房间没什么高能，然后你可以走了。早知道我就什么都不说。继续走 ，go go go， 某某某 ，go go go。哎，怎么还要转头呢？能不能行？到了两块，哎，你看我跟你一起走的是对的嘛？转头，你转的好慢呀、哦！一人一块，走。哎，你挡着我了。我先拿一块吧。你能不能先死呢？来，你能不能先死呢？来来，你接着，你接着。拿一块嘛，一人拿一块。你接着，你接住。嗯，好的。好吧。好了，我拿上了，走吧。哎，走吧，你接走。好了，好，接走了。我拿这一块。哎，你说回去的路上会不会有高能呢？不会，我已经出来了。这个地图高能很少的，也不知道还是不到时候。刚刚这有一个蹲下的地图，结果好可惜啊，居然没有了。哎呦，这怎么拼的这？遍地狼藉。拿上去以后怼上去就好了嘛。你放，它就会放。它如果你看，把它搞放上去就行了。哦。根本不用你去拼。到一个位置自己 P 图啊，对，它会自动拼图。你看，这基本 P 了一手好图。现在不知道拼成什么样子了。是一只鸟，一只机械的大鸟。哦，哎，最后一块。不过这个图案看起来挺酷的。What？ 地下墓穴。哎呀，亏了我上来了。这太深了吧，喂！佩恩妙计，哎呦！你还站上去？这个要不要下墓呢？肯定是要下，但是连个保护措施都没有。不行，我要先扔一个电脑显示器下去。我的电脑啊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呀！我掉下去了，完了！哎呀！居然一滴血没废，你下来吧。哦。你怎么站在上面了？好位置啊！那你就开吧，我静静的看着你开门。哎、这怎么了？喂、哎！哎呦！你别吓我！我没吓你，但是它炸了。你站在上面，我站在下面，什么都没有看到，而且每个门都开不了。哎，又要炸下！来，蹲，蹦。哦，这个门能开了，来走，佩恩 ，Go。二连杀、哎、你看到了吗？二连杀没有，我是退着，我去背着过去的。哦，这个门竟然有两个门、哎、好萌。这怎么办呢？这是个迷宫啊。要一起走，从左走吧，遵循机帽的原理走吧。这边行，go go go。 你说哪就是哪。还会有高能，应该还会。啊，不行，这样走会。那就直走嘛，看着走，对吧？不会又出现那个半截那家伙吧？那应该不是一个作者吧？这地图。哎、那这个门开开，它不会自己关上？那咱们把所有的门都开开。哎呦，我走中间这个，你走旁边那个，咱俩边走把所有的门都开开，怎么样？我这个主意怎么样？但愿吧。Hello there， 大不了就是被吓了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美人呢？来我这儿，我这儿有通道。哪儿啊 ？Come here。啊，来这儿。一扇木质的门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去，
你看到图的全样了吗？一闪而过。哎呦，天哪！我也被吓着了，我也被吓着了。谁说这个图高能少的啊？搬起石头砸，不行，这肯定需要钥匙的。回去找钥匙。回去找钥匙，回去。那这个就跟那个找那个键盘有点类似嘛，是吧？嗯、哦，找见钥匙了。哇，すごいですね。来，我来了。走吧。还人呢？你在后面哈。嗯。好了，哇，上面有一个蓝色的大钥匙，看到了吗？哎，反正高能已经触发了，走呗。哇，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我以为他真的有高能呢。不行，我现在需要调出一个东西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太是了，我把这都砸了，一会儿好有一个空间去跑，对吧 ？Yes。虽然这只是一个心理作用，我记得每次去饭馆，然后要拿那个水扇扇杯子，然后拿纸巾擦一下，其实一点卵用都没有。我觉得还是有个凳子吧。你说是不是这个蓝钥匙是开这个门的？这个门打不开。你不觉得下面这个有一个按钮？按钮吗？那我拿钥匙了，我拿下来。嗯。哎，是怎么了？调皮呢？钥匙在卖萌啊！下来，下来，给我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到，哎弟，拔掉！哎呀哈，你调皮是吧？来。看看我把这个凳子放着，我踩着凳上去撸。真的假的呀？行不行啊你？行，看高了吧？哎，怎么掉下来了？这个凳子还，哎，到，看高了吧？来，来，这可以玩一晚上。这，看我拿上了，其实，但是他卡在那个。卡在天花板上了，它不是卡住了，它是有一个肯定有个东西需要我们做。那哦，原来是个按钮、哦、这个打烂了，摁吧。哎，掉下来了。哦，那你让我上。哎，我上来了。吼吼吼，哎呦，地下室，看到这样的场景就很害怕啊。啊，你为什么不走楼梯呢？哎呦，我哪知道啊。这这哎呀，就踹了我一脸。混蛋，你倒是走呀，我现在在梯子上。这里有四个按钮。完蛋了。咱们怎么操作呢？随便按吧，大不了就一死嘛，对不对？哦呦，选对了呀。哎，我为什么过不去了？我被空气墙挡住了呢。哎呦，我也过不去了。哎，你再按一下、啊、还有按钮吗？你那边还有按钮吗？没有啊，拜拜。不是吧，不是吧。 I'm waiting for you。 哎，不直播太可惜。你要直播的话，我就可以去你的直播间看看一会儿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谁让他卡呢？你得找肉丝。哎呀，救命啊。跳下去了。你那有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这个只有我自己在这儿啊，总。那有没有什么按钮一类的？这个地图呢？又是一个韩语 ，Map Created by 什么什么韩语思密达。有一个按钮，然后你死了！我什么都没看清。什么情况？我上来了，我上来找按钮来了，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。那我要下去看看。我下去看看那个玻璃已经好了吗？啊，玻璃还在。哇，这个地图，我觉得就没完了，没完没了啊。那你问题死了以后，你在哪儿复活的呀？那个玻璃初始点，初始点，你敢信？那玻璃没有烂掉怎么办？哦，是不是咱们还有其他的门？要不你回来吧，你回来。哎，我看到你了。啊？你不让我回去吗？不，我在那个最这个迷宫的最，哎，这左右，左是右、啊、不是，咱们还有其他的门开不开吗？我正在开呢，这些门我都正在开。哦，这些开不开？应该
然没有，但是那个地下通道已经那个什么了。我先试图把所有的门都开开。开开其实没多大用，因为咱们在这里面找到钥匙已经找到了。嗯，也就是说还是那个地方是吧？还是那个地方，但是那个地方那个玻璃空气墙还在。哎呦，哎，要不咱回大厅吧，看看别的路。大厅你怎么回啊？啊，你是飞上去啊，还是怎么样啊？啊，你告诉我。不是，就是回那个咱们这一层的那个大厅。哎，我怎么迷路了呢？我操！哦，我要穿墙过来看看啊！我要穿墙过来看看。Map 什么什么 by 啊，这个人制作的。哦，你说是作者是吧？对呀。嗯，哎，我怎么这有一个按钮？啊，这些已经不能按，你就是被这些东西给砸死的，知道吗？好了，那我们再回去，大致看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回到刚刚的门里面。哎呀，卡住了，往上点。哎呀呀呀呀！这么容易卡。好了，这次可以了。来这儿吧。开不开啊？对呀、啊。哦，都开不开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我试了半天吗？这什么一片？我还偷了一个显示器下来，而且还是这么老式的。这难道是要卡关的节奏吗？卡关寂寞的怎么可能有卡关的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对吧？啦啦啦啦啦，有啥呀、啊、里边有啥？什么居然是一堵墙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怪不得开，你再试试别的。啊，不是吧，粘在墙上的，有没有搞错？这作者太坏了。拉不出来呢，这个怎么使劲拉？使出吃奶的劲儿、啊、真的都是假地图。那咱就回去、哦、那、哎、那咱们本期的哎呀这怎么中间有一个门？好，这样就能进去了。嗯，本期的游戏实况啊到这里就结束了啊。不知所云，其实这个地图如果能看懂韩文的话，也许会非常有意思。这个故事就讲述了一群人在这个不知所云的房间，然后不知所云的被杀害了，然后染了一地的大姨妈，然后我们通过这种重重的机关和通道啊，终于要看到曙光了，结果发现哎，这个玻璃可以拿走。哎，想多了。哎，你说是不是，你说是不是我当刚开始的时候把那个按钮点错了呢？不知道呀。哎，玻璃没了。如果我点别的话，是不是就是会有别的东西会触发呢？你看你下面那些东西。嗯，我们到下面做结束语吧。啊，地图是这个人做的啊。这个这是真看不懂。哎呀，这叫什么？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然后结果把自己给砸死了。嗯，好，看看这个游戏有多长时间。嗯，二十多分钟啊。行，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结束。我是喵妮子，我是小南佩恩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